家好，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啊民族所宗教生活实践研究群的演讲活动。那啊，我们这个研究群啊，就是跟宗教的主题方面有关。那假如说大家没有收到我们的那个，不会没有收到我们定期演讲通知，然后有兴趣的话呢，等下可以去把您的姓名跟 email 留下来，我就把你加入我们的那个联系的群组里面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大家很踊跃参加今天的这个活动。那我们今天的活动有一个缘起，就是因为我们民族所下一个月会有我们的第一届李毅院士的纪念讲座，在11月7号，礼拜三的早上。那我们就会请了那个就是请三高人三个人来做演讲这样。那我们就希望说，在他演讲之前，我们能够让大家能够更熟悉他的研究和他在汉人宗教研究当中的一些角色。那我就特别请了丁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他，也把他放在整个汉人宗教研究的研究的谱系当中。那丁老师非常的认真，我特别为了这个演讲来为我们写了这样一篇文章。那我们呢就不多做介绍，我想大家这个是丁仁杰老师啊，那我就应该不用多做介绍，那我们就一起鼓掌吧，来欢迎他。好，谢谢大家踊跃参与，我很害怕，居然没有砸到三个人的招牌，砸自己的招牌。好，那缘起是因为我们所当时有推荐李毅院讲座，有推荐，刚好研究局去推荐嘛，就哪想到这个我们研究局推荐就中了哈，那三个三高人就要来嘛。那因为我翻译过三高人的书，所以对他多少有些了解，所以我今天就借这个机会讲一讲他的一些学术贡献。因为其实从民间信仰从他入手很艰难，可是也很有收获哈。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因为他是各面各项都有照顾到的一个学者，所以不失为是一个取经，而且他特别注意到父系社会里面这个 desire 欲望这个层次哦。一般讨论民间信仰大概就是功能象征，大概就完了哈。功能就是从那个社区网络机制圈啊，那象征可能象征人类学啊、静香啊等等。那他特别要注意到这个欲望哈 ，desire 哈，而且他特别知道这个 desire 不是单面向的，只是顺服，而是有那个 ambivalent， 又是反抗，又是那个很复杂的。他从神话里面着手啊，好，那所以我今天就借这个机会，其实不是专门为这个特别我写一篇文章，是因为中山大学一个研讨会哈，叫宗教与污名化，那我写了民间信仰这个一个 review， 简单 review， 就大家手上拿到那篇文章，然后我就发现了，刚好三高人教授在这个民间信仰研究的一些转折里面，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可以两个合在一起来讲，可是基本上这个两个主题有点分离，那我就大家试着听听看，有问题之后我们就来交流哈。这个我真的跟三高人有渊源哦，带他去那个松山佛具店去看佛具哈，啊，然后就他问了一些很多问题啊，然后他汉学那个汉国际汉学会他也来嘛，我还跟他合照对。然后他当过评论人哦，哈，这我人生最高峰的时刻。在纽约学年会，他当过评论人哦，好，然后好，那我讲一下他的学术世系图哈，他其实他是属于阿瑟沃夫那一边哈，然后阿瑟沃夫有四个那个学生哈，阿罕、Stephen Harrows、Schaeffer 跟 Sandler 都是他的学生，那威尔是第三代哈，其实所以三高人有一点跟他不是太看得起他哈，因为那个他是第三代，然后。那这边是 Future 网这边哈，是 Friedman 英国这个系统哈。好，这是那个学术学员的世系图哈。然后这个是学术观点，它事实上学术学员呢，他学术观点是有不同的世系图哈。Friedman 这边是强调中国也是一个整合性的一个系统哈。然后底下呢有早期的 Sandler 是完全复印他的哈，他是讲结构主义跟阴阳跟马克思主义，他想去统了整个中国的那一套文化体系哈。对吧？他太早期找不太能找到方法哈，跟大家知道他那个。ambitious 是要找到一个中国这样的东西是什么哈？夫妻网早期是这样的，非常结构主义式的这个东西。那阿瑟沃夫这一边呢，他的观点接传承的是罗伯威尔哈，罗伯威尔认为是中国就是好多套的诠释体系，一个道教普渡下来，道士讲的是一套，民间讲的是一套，然后是那个读书人讲的又是一套，他认为就是不同的东西嘛，你不用去统合它。那个阿罕呢，有一点像这样啊，他讲的那个三峡的祖先祭拜，一般来讲祖先祭拜都对祖先非常的尊重，跟三峡没有财产，就没有祖宗啊，没有祖先哈，所以他认为那个中国的那个情况事实上很复杂的，地方的有自己的一套系统啊，所以他的那个学术世系是这边，然后
Sangre 是早期是属于 Freedom 的这个系统之下，它一直有强烈的那种找到那个一个中国那个背后那个东西哈。我们看它怎么做。好，那这点可能不太清楚。那看大西哈，他做他当时那个罗斯罗的大西哈，大概1980年大写完罗斯罗，在1987年、88年去的哈。他事实上就是他其实是找这三峡这一脉，你知道那个阿斯沃夫的学生通通都在三峡，薛本在三峡啊。那大西看起来跟三峡没关系，事实上大西跟三峡是连在一起的，他们的交通非常方便，一下过去哈。甚至他们那个大西是在嘉靖23年，那个林本源他们家族，因为张权系统迁过去的，本来大西是相当没落的，可是因为他们迁过去了，就开始发展一些产业包括樟脑，包括那个茶叶哈，就是跟林本源家族没有关系，所以大西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以那个传统城镇来讲，大西是发展非常好的一个城镇哈。好，所以他跟三峡是连在一起，在地缘上啊。好，那他们这些走到什么程度，他们都共用助理的哈 ，Robert 跟 Schaefer 哈，其实都是刘秀伟他们共用的助理。那 Sangre 也是啊，去大西都他们都是共用，就是他们是一个那个 academic sibling 啊，就他们全部都是师兄弟就是哈。所以整个汉人的早期的研究很重要是这块三峡这一块哈。好，那这是最新的书，2017年，它叫 Filial Obsession 哦。好，我们看到它的简单的介绍，就说它要讨论的 desire 在文化里面的重要性。然后它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跟那个 psychoanalysis， 它非常强的 psychoanalysis， 大概人类学家这里面最早除了阿罕会分析在地方神话的故事以外，后来再就是 Sangre 一直强调这个神话故事里面那种 ambivalence 跟那个奥底帕斯情节的部分。但那个东方人是奥底帕，西方人是奥底帕斯情节，东方人是孝顺情节啊。他就这个东西，然后就说他把汉人父权社会同时作为是一个 a mode of production design， 就是欲望生产体系，可是同时他又是一个制度性的欲望、制度性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系统啊。就是说他在制度跟人之间，欲望生产的制度，制度又创造了欲望，所以他的那个来回的是这样一个东西啊。对他来讲，他大概做这样一个事情啊。好，然后呢，他是一个教授里面的一个。ambiguous 的一个情感的东西在 filial relation 里面哈，然后他认为那个强尼是卡缺伊尼，哎，不叫卡缺阿考，他认为不是一个父权，因为很多女性也在里面啊，她们也在里面得到一个满足感，所以他是卡缺伊尼，是父系的一个祭祀制度哈。然后他本身就不只是作为了解汉人中文化的一个特殊性，而是他本身就是一个批判理论研究的一个典范哈。好，那我想到那个就是那个伊莎伯林啊，讲思想史，就托尔斯泰的时候说，狐狸知道很多事哦，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哦，就说很多的花招很多，像他那个托尔斯泰其实是一个狐狸哦，却想要做一个刺猬啊，却想要那个很 ambitious， 想要找一个通子，可是事实上他天生是一个只是花招很多的东西哈，然后只是一个思想家做了一个刺猬也就够了哈。好，那我认为这个人类学家还要加一个。这个地来啊，绝种啊，就是亲近土地，结果是绝种啊。好，我想桑弗尔他本身他的博士论文看到那么厚一本哦，他的博士论文完全没有论点啊，你就看这个很奇怪，因为他的老师是那个，这个不要拿到那个讲座去放对吧？他的老师是那个 Skinner 啊，那 Skinner 大家知道那个讲那个市场层级的不同的那个，他的博士论文其实就是一层一层一层去看，哎，一个角头有什么样的庙，一个。村庄有什么庙？到一个城镇有什么样的庙？然后呢，这个祭祀圈、信仰圈在村庄里面是怎么绕境？在城镇里面怎么绕境？就是说，它其实就纯粹是一个很大部头的一个民族制哦。那讲完了村庄，讲完城镇，要讲到进乡，就是你这个城镇怎么样出去跟人家进乡啊？就是又讲到进乡，然后讲到进乡又讲到一些像白莲教啊，像那些不属于这个系统里面的，看起来不属于社区的 territory 里面的，然后可是他们又有超越地域性的那种组织。其实他就探讨整个的这个汉人的经济体系跟汉人的信仰体系之间的是不是完全可以连看全部连起来，到全部连完了，大概就做这样一件事情哈。好，所以可是呢，他又很 ambitious， 想要找到一个整合汉人社会的那个东西哦。那他的那个花招也不少，就是他在那个西方体系里面就不断的面对跟西方对话，所以他在这边很挣扎哈，就是他一下是这样的角色，一下这样角色，一下这样角色哈，所以看到书也很辛苦啊，就是说。一下就这样，好，那我大概讲到就是说，
你这个大概这几个层次哦，从一般功能论哦，从 freedom 到 CK 样来讲，技术权那这个 territorial cult 是那个商教的名词哦，就他就说他自己有一生的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反映了民间信仰研究的一个变化。那每一次在变化的时候，商教都几乎走在最前面哦，那大概发现哎，传统的 paradigm 不太够用哦，所以他就要开发新的东西。那他大概是走在不仅走第一个，都大概走在前面。那 Skinner 是这个标准市场理论 ，Nest Hierarchy 啊，他的博士文大概就是 Sandburg 大概就是照这个路线嘛。那还有结构功能论这些，那后来有所谓象征功能论，或者 Arthur Wolf 那个神鬼祖先反映的他那个就是象征世界也反映了真实的世界啊。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功能论，可是他已经开始加进象征了啊。那 Jordan 也是哦，最近不太讲。然后再来18后来象征人类学开始慢慢的在人类学里面变得非常重要，那整个汉人就也跟进了，跟进。那早期开始是结构主义式的，就是讲生三位人最常讲的阴阳，然后灵作为中间一个转接点。但是在这个时间做批判，就是威尔跟 Futura 后来也开始批判，他的 Imperial Metaphor 讲是说，虽然都有这个帝国的象征，可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哦。地方是一个有暴力性的一个神的性格，那中央是一个读书的这个文质彬彬的这样一套系统，就是说他我们一般叫后结构主义，就是他站在结构主义之下又批判那个象征符号。那威尔跟 Futura 那这两个是我想是那个商教最不以为然的啊，最不以为然的，所以他认为我都承认讲都对，威尔讲的也都对，可是你没有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一个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可以同时生产出不同的差异？他要解释那个 matter 那个后设的部分，那个生产差异的部分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地方跟国家怎么样连起来？他不认为你就解决说，不像那个威尔说，普渡是有三个不同的社群，全是社群三个不同的意义，这就完了。他认为这太 naive 了，他是背后有一个文化生产体系。好，那十八里面有象征人类学、镜像理论等等。那以前那个有一段时间，这是他的第一本书。第二本书1987年是他的博士论文改写的，可是几乎就是加了很多东西了。然后后来，后来他就那个2000年出版这个汉人那个 social 啊，就是我翻译那本书啊。然后他这里就加了很多马祖镜像理论，所以他就在这段时间跟着华美1984年做他的那个助理了哈，就后来他就对镜像做了很多分析，然后但是后来加进心理分析哦，这个早期有阿罕他在讲那个三峡祖先崇拜的时候讲到说，就叫那个孔老清洁，就是他有个神话黄尾巴的神话，老人到老的时候长出黄尾巴，大家就把他杀掉，然后就是，然后退老都很害怕，就到后来老人很害怕就躲到山上以后呢，那个。小孩子就哭，就去找爸爸，就披麻戴孝，然后就披麻戴孝游览，然后山上去，然后看爸爸已经自杀死了，就把小孩子就很难过。我觉得这种心理分析式的那种父子，这以前很少见的哈。不过又一说，当地人一说说，小孩子看到爸爸死掉，说没有老人肉可以吃了，并不是那个真的爸爸死了很难过。好，那后来 Sengren 他就从这个心理分析里面做大量的心理分析，后来他的2000年这本《Jigs》就是。加进大量的拉康等等东西哈，好，那他把整个在一起叫做实践理论哈，从普罗蒂的场域理论出发，我讲的太抽象了，大家都，好，就是其实普罗蒂已经讲的那人在那个文化场域里面，它是一个权力构成的一个场域，然后呢，可是普罗蒂讲的那个人哈太工具性了，就是他是这个理性计算你的那个算计你的 maximum 的利益的那个，那他认为这个。太单纯了，就是太单调，应该是那个 desire 拉康那个 desire 是很重要，所以他用大量的去讲 desire 的问题哦。那也有人他早期也说他自己是 Marx 的人，就是可是那个比较正统的 Marx 应该是 Hill Gates 他讲那个市场小 PT produce 那个 Brodie 啊，就是小布尔乔亚阶级或小生产阶级是那个传统农村社会，并不是他讲。所以那个 Hill Gates 看到 Sengler 的书这本第二本书的时候，他就说你完全是一个唯心论者啊，把这个生格气炸了，这样，所以后来写第三本书，就他解决他当时不能回答的问题啊。好，我想我需要快点。好，这边稍微是典型的看一下，就是说，就是他的那个，就体会一下他讲那个欲望跟体系的关系哦，就是他看汉人社会里面的儿子跟女，就比较很 typical， 在他这个肯定所下的经的第7章第8章哦，就是他讲女孩子的时候就讲那个妙善。
妙善的故事哦，讲到那个南赦的时候讲到哪吒的故事，然后还要讲到那个木莲的故事哦，大概三个故事，就是那父子、父女、母女、母子，没有母女哦，后面特别讲到说缺少他的时候，缺少母女这一块嘛，母女最后都是婆媳争哈，反正母女真正内容叫前奥底帕斯哦，就是说在没有父亲之前的那个女性女人跟女人的关系是什么呢？这个样的神话故事在他的时候是缺席的哈，缺席的哈，就是好，那就谈儿子呢在父权底下被限制，女儿是想象去抵抗他，然后呢，所以中国文化主体里面产生了儿子和女儿哦，这个女儿子女儿不是单一的顺服哦，而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情感的状况，在内在性有抵抗的哈、哦。好，所以在中国社会里面，儿子想要有自主性，他想要逃过社会规范，哦，然后就是哪吒把李靖大打一架的那样的东西哈、哦。那女儿相对之下是被想要被除掉他的那一个父系体系，重新再包含承认哈、哦，就是女人觉得永远的结构性的放逐，所以她希望她只要跟她爸爸说一声，女儿你是我们家最重要的，这就够了啊、哦。那对儿子来讲，他不要这个东西哈、哦。好，所以中国的系统里面，先顺儿女的欲望非常不同哦。那儿子幻想的自主性的逃脱哦，就拿到三太子的身上去反映。那女儿面临的事实是，他们注定要被赶出去哦，所以他们要想象一个永恒的位置哈、哦。所以那个牵手，所以女儿可怜，女儿要得到承认，就必须要先自残哈、哦。牵手牵引观音的那个妙善公主，先要把自己的臂膀跟她的眼睛挖出来，才得到爸爸的承认哦，就那个哈、哦、好。那我们看他的师承哦，他的博士论文就是这三位指导的哦，一个是 Skinner， 所以他这个完全反映在他论文里面，想到那个层级的那个祭祀体系哦，然后还有 Arthur Wolf 哦，那个 Arthur Wolf 他其实蛮矛盾的，就他的神鬼祖先看起来好像讲中国是有一个统合的一个民间信仰系统，可是他编那本书哦，中国的仪式跟宗教里面完全是反对这样的观点，他完全一开张明义就说他跟 Friedman 是不一样的 ，Friedman 认为有一个共同的中国的体系，可是。阿斯沃夫认为说，神鬼祖先其实，不同的人讲法是不一样的哈、哦，所以他其实是某种程度是矛盾的。然后他这三个是那个神鬼的指导教授哈、哦，好，然后他的一生的经历大概是这样子，好，就是他，在清华待过一年哈，然后他1997年出过这本书哈，在清华出的书，其实这本书里面把后来的所有想要写的东西，女人的主体性。儿子的主体性，还有父子关系、母女的父女关系都写了，其实都写了，只是说当时是点到没有写发展完全。那后来，一直到后来2000年的 Social Logics 跟2017年 Filial Abstraction， 其实一直在发展他1997年这本在清华出版的一本 Monograph 好。好，那这是他的重要基本著作哈，那这本卖的最好了哈。然后呢，他还有几本很有名的文章哈，就大传统和小传统的之间的这个怎么整合的问题，还有尤其他第一个讲女性的那个 symbol 啊，就是观音、妈祖跟无生老母哈，就是如果是照那个阿斯沃夫的话，那个神象征系统反映了实际的官僚体系的东西，那女人刚好相反，而且女人的象征不是直接的直线的反应哦，就女人在现实社会里面都是被污染的哦，是肮脏的哦，可是到了作为神的 symbol 的时候，都变得完美无缺哈、哦，所以他女人 symbol 有作为女性的 symbol 有一种转折，而且你是看那汉人体系的那个信仰体系，你把这个很核心的看起来好像是很父权的体系，可是你把周围那些神。都拿掉以后，好像就没有东西了哈。就是把观音拿掉，把妈祖拿掉，然后还剩什么呢？还剩什么呢？其实那个看起来很宏伟的东西，你把都是边边角角的东西在发挥作用哈。啊，那我的话，我知道你要写这个东西哦。反正那个核心的东西，它只是做一个定义，定义完以后，反而边边角角的人感觉到受到那个定义的冲击之后，他越在边缘越快乐哈。所以那个边缘的体系反而不断的膨胀。所以定义中心的目的的结果。反正非预期性的结果是创造了边缘哈，好，这是他的博士论文。我想看，你看他的博士论文的章节就知道，就非常的一板一眼的，就是日据时期的行政体系、清朝的行政体系，然后这个官僚体系怎么样，从村到镇到里到，就是很一个历史民族志吧，一个历史民族志哈，然后地方的省，从地方到。再到层级，然后不同的仪式，我从神明会再到，就是在1980年的博士论文就是非常的，后来讲到一些妈祖进香啊等等，这个我不太讲了。
好，那他也讲到说，大溪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经济转移到一个世界体系里面，慢慢的从世界体系里面非常边缘的，本来传统里面非常边缘的，后来因为它的传统农业有一些特殊的发展，茶叶跟樟脑叶，然后后来也卷进了世界体系里面，然后到1960年代，它终于又沉寂了，终于沉寂。1960年代又开始随着世界的工业化，它又再度卷入世界体系。好，那不一定是大溪本身的、啊、就是说它的人力被卷入那个劳动市场里面，好，所以农家变成富裕了，反正加上土地改革的一些基础的改变，好，我大概讲这样的东西啊。啊，这个东西这个图，它在它书里面，它的那个 History and Magical Power 里面又再度出现哈。其实就是一个田野民族，你看他的这本书，第二本书《History of Magic Power》里面，其实他的田野民族只剩一点点哦，后面全部都在讲说那个阴啊、阳啊，好那个灵性啊，灵性作为一个阴阳的中介啊，然后怎么样做一个，那他想整合那个马克思主义跟那个结构主义啊，整个结构主义跟马克思主义，所以他的博士论几乎没有什么观点，可是他到了。第二本书就建构他的那个马克思主义跟那个结构主义之间的一个整合哈，然后他其实他的材料跟他的整合是完全无关的哈，就是他直接跳到一个抽象的结构上去讲，所以他里面画了很多阴阳的图哦，一二十张阴阳的图，可能看得头昏脑胀的哈，我到现在我还是看不太懂，是，好，所以他有整体观，就像这个比较像那个。哦，就是他在找超越一个 symbiotic logic， 然后找到一个社会的再生产的一个逻辑哦。那这个他认为这个灵跟灵阴阳跟灵之间的这种中介，同样也是一个社会生产的一个逻辑哦。只是他没有讲得很清楚，他讲的个人的行动跟社会生产之间哈、哦。好，然后他说他是一个行动理论，这都还是在萌芽阶段的哈、哦。然后后来他的行动理论，我这就不太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太讲。他是用灵来统摄哦。第一个说是灵是一般人的这个想法，第二个是灵是在那个行为主义者没有办法去透视那个灵的这个概念，可是，在仪式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哦，所以他也想有在地的观点在那个。第三个说灵刚好就是这个社会用来正当化这个社会体系的一套秩序与无秩序之间的转介的这样一套东西哦，好，就是他有点抽象的话，就是他的话就这还是第二，你看他里面。就真的一个一个聚落去调查每个聚落儒家是谁，头主是谁，然后他怎么样转折哈，就是很细腻的民族志调查，然后他的活动杀猪工的活动什么时候啊，什么就大概呈现他那个，他各庙的哪些活动哈，啊，这是尼克泽阴阳的那种图哦，就非常的反复哦。好，那大概讲就是说他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啊、哦，就是很多东西违反常识啊、哦，然后神鬼祖先的差异也没有处理清楚、哦、然后他跟那个 local 的 category 差异很大啊、哦，好，1997年的书，就这本书大概是后来的问题，他都列出来了哈、哦，好，就是他大概做的是说，他早期做一个 locality 到底地方是什么东西，可是呢，他慢慢找出一个能够包含他的 principle， 就是他在集体跟个人之间一种辩证啊、哦。然后他这里面把文化放在这个生活支柱里面，产生一个社会 social production 啊。那 social production 一般就马克思主义的话，它可能是一个经济生产体系的再生产啊。他认为其实不是经济生产体系再生产，而是那个欲望体系的再生产啊，就是不断的生产欲望，生产出一个人是什么东西，就是做地方的生产是一个地方认同啊，通过民间信仰。然后还有一个人啊 ，culture production 或者人啊，所以它的文化的概念不只是一个 symbolic system 啊，而是一个文化怎么去生产这个 locality 跟怎么样生产这个 person 的这样一个过程哦、啊。那他神话分析是他后来都一直用的方法，所以他慢慢脱离那个单纯的田野啊，就大量的神话分析去讲那个人的欲望体系的内涵啊。好，那就文化说，他认为文化不只是一个个体化，文化包含一个个体化的过程哦，还有一个认同的形式，所以它是就马克思的概念，就是说 human being 是什么东西哦 ，human being 就是一个完成能够具体化改造世界潜能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反过来也改造了生产者哈，所以文化就包含了达成人的过造这创造化之能力哈，好，那这是那个 social logics 那个书哈，那内容它大概两部分哈，一部分前面就是讲这个地方妈祖进香啊等等灵力的生产啊等等这个部分。还有他个人跟集体的辩证啊，另外一部分就是神话分析啊，很细腻的去
看木莲救母、哪吒的故事哈，还有那个妙善公主的故事等等，这些怎么样去生产出这个父系社会里面的男人跟女人的那个欲望结构是什么？然后他大概讲这个东西，就那两块啊，一部分是地方近乡一次的再分析啊，一部分是那个欲望生产体系怎么样社会产生出欲望这样的一个人哈。好，那好，这再来是那个缩小的基础书里面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好，那我想，他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主要用一个异化这个概念，认为这个异化，如果马克思讲异化是说，劳工资本家去剥削劳工，然后劳工被异化，然后要得到一种解放。他讲的是说，怎么样通过竞相仪式、竞相活动里面，人的生产力纳到这个父系的体系里面来，女人纳到那个。女人心甘情愿的去被那个主管理委员会主委去剥削哈，然后那个儿子当兵成功了，母亲被还愿哈，因为其实是母亲的帮忙，可是他会感谢妈祖，就是把这样的这种生产力归注于是神明，或者归注于是男性的主委哈，这样东西产生了这个社会一个生产力的累积哈，他认为这是一个父系社会生产力的创造的一个来源哈，那异化他用马克思这样概念去讲异化哈，好，然后那个。好，那就是通过生产、社会再生产的概念上，把唯物论文化分析进行一个实践理论上的总和哈。好，那我这边就，那这个还特别提出来那个 transcendence， 就是说这个是从 Terence Turner 来的，就是说一个文化体系它要有一个，如果是那个照那个阿斯洛夫，他就是社会祖先对已经完了，他不是哦，他认为是还有更高的超越性哦，那这个超越性他说要。从外面去来，所以要进乡去把那外面的超级引进到地方来，然后来创造一个文化的重新的在 reproduce 文化的一个支点，听起来都有点抽象，应该怪Sengren人。好，所以这个异化的形式体现了整个中国文化里面整合跟分化的原则，然后呢它引入实践理论，然后来丰富化。好，首先啊 ，Jigs 他的首先啊，社会，我就看了社会逻辑，他这个社会逻辑是说，超越在整个社会的不同层次之上的后面一个意识形态性的一个制高点哦，超越在这个 state、locality、family 跟 individual 之上的一个制高点，那这样一个东西，一个你可以说是文化生产的原则哦，就是怎么样产生个人跟产生集体的那套原则，就他讲的那个汉社会逻辑是讲那个东西啊，把自己创的字哈，然后好，那个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太去再看了。他觉得他跟威勒，包括威勒最大的差别就是说，威勒只强调不同社群、全市社群之间的差异哦，他的背后那个创造那个差异性那个逻辑才是最重要的哦。那一样，那个福奇网讲到说 ，imperial metaphor， 那他认为那个 imperial metaphor， 你要信任那个大传统、小传统那样的一个传统的分类的方式，所以事实上你要讨论的那个 metaphor 后面的那个。怎么样去？为什么要有这个 metaphor 的背后？事实上，超越差异，超越不同层次的差异，直接要创造一种整合性的那个文化的机制。他认为 Fishwan 是完全忽略这样的东西哦，所以认为他们很 pragmatical， 可是并没有解决问题哦。好，那这样最新的一本书，我想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太讲了。他就是这等于是再把他的那个 Sociologics 那本书里面的那些讲的欲望那些完全的那个完备化哦，完备化，用很多的神话，包括讲到。父亲啊，父亲有理想的父亲跟真正的父亲啊，就是哪吒的理想的父亲，真正的父亲是肉体的父亲，百拉行的父亲是李靖哦，就他有一个 ideal 父亲是那个太乙真人啊，就真的就是父系社会里面的这样的双重投射，然后还有欲望的生产体系，还有女性做一个 outsider， 他怎么样一生的生涯跟女性的象征的反映出来什么东西哈，这大概是这本 Philip Session 里面的书哦，而且他特别凸显哪吒作为了解中国的一个。Super Boy 作为了解中国文化象征的一个核心人物啊，这个很有趣。最近那个福奇网演讲一直谈到哪吒非常重要，就是了解中国是从哪吒入手，而不是从那个三从四德入手哦，而从这个地方去看那个边缘跟核心的交界。好，那他自己讲他是要那个 unsettled tour guide 啊，就是tour guide 认为是。
一个社会的集体大于个人哦，他要重新把这个个人带进来。可是大家看个人跟集体之间的怎么样的这种互动的，所以啊，要把心理学带进去哦。对托尔来讲，心理学是要被丢掉的东西。可是他重新把心理学带进去，看他那个个人跟 connectivity 之间的连结哦。那他的主要武器就是拉康。好，那像好，那个剩下的问题大家去问 Sengri 啊，他11月7号的来，我是帮热场一下。好，那我想今天我要讲的东西，好，那我责任也算尽了嘛。好，那个汉语影响边缘、边界、边外与边线翻转啊，哦，这个是一个主题是宗教与污名化，就是说宗教有的时候是那个污名化的。被污名化的对象哦，在民间信仰常常被污名化的对象。可是呢，宗教有时候也是那个污名化打手哦，他会帮人家去做污名化哦。那我们看在中国历史上，民间信仰这个范畴很奇特的一个范畴哦。啊，它怎么样出现，怎么样在不同地方变迁？然后民间信仰体系本身，它有一个，我做一个，它是有一个边界哦，这个边界在哪里哦？然后这个怎么样跟父系社会之间的关联性在哪里啊？好，那我这个。结论啊，我这篇文章结论就是欲望是一种回路性的复杂的结构，就欲望不是单纯的就是我很冲动，而是我很冲动，我要管制我的冲动，那个管制本身也是一种欲望的一部分哦，就它是一个来来回回的回路在这里面哦。然后呢，因为你要自我管制，所以你就是你不是完全放纵，就像儿子拜祖先，儿子为什么拜祖先？其实他希望他自己被他的儿子拜，被儿子拜嘛。所以他拜祖先的本身也是希望以后被拜嘛，所以他叫自我管制啊，他不能完全放纵说我就不拜我老子了，他拜他的老子是给他儿子看的啊，就是说他那个那里面有一个回路啊，一个回路，然后这个回路的概念是那个 Judy Butler 的概念啊，就是 psychic of life， psychic of power 还是什么，好，然后那个好，那个他这个自我管制的回路跟外界知识分子的欲望、父权的欲望、国家自民创造秩序感的欲望，还读书的想要。把这个道德体系常规化的欲望汇集在一起哦，然后会创造出一种欲望的集体性的跟制度性的形式哦。好，那这个形式它有一个隐约的边界哈，大家会讲，但很难有一个共享的核心的内容，因为在不同的权力都进去想要建立那个核心哈，所以那个核心是不太清楚的，但边界很清楚哦，边界很清楚，但是你父系社会它就有一个边界的，因为你超出了边界之外，就这个自我管制，你就跳那个之外哦。本来那个自己管制自己，就创造 reproduce 那个回路哦，你跳出去，你就看起来好像是放那个解放，事实上你超出那个回路之外，你就是你主体的解体哦。你的主体是通过欲望的生跟管制之间构成的哦。如果没有一个自我管制那些，你跳外面，你就意味着主体的解体哦。好，然后那历史的沉淀呢，是慢慢的神话的过程，作为媒介，不断的有共鸣啊、哦，不断的共鸣，就像。我们现在很流行这些哪吒的神话也好，木莲救母或者是妙善，你先注意到他们都是印度来的哈，都是印度来的。然后呢，他的第一次的转变是在那个敦煌的变文那个时期，第一次转变就开始那个角色就开始慢慢的中国化哈。然后到了宋代，又有第二次的转变，宋代的转变是那个变文化本哈，开始化不宋代的转变。敦煌的时候是变文，然后宋代的转变是有一些通俗的版本嘛，一些科本，然后到明代的时候是小说，明代小说宋代是话本转变，好，但明代的小说就完全在地化的一个成为中国的东西，然后就他的那个转变的形式，透过这个一些神话的转变，然后就让这个边缘得到一个投射哈，然后让当然个体性的欲望在集体性形式里得到安置哈，所以你越多规范性的定义，只是让边缘的位置更明确，让欲望找到了。发现了边缘，从边缘找到出口哦，所以机器人欲望的形式几乎产生倒转，越是边缘越是大众的欢迎哦。这是我带有的一个结论哦。好，那现在社会变迁以后，就没有人能够去定义那个核心的欲望是什么了哦。这个时候呢，那个外在基础不见了，全那个定义中心的外在基础不见了。这个时候就边缘地带就更大哦。那大家开始不断去试探边界，挑战边界，产生新的民间信仰的神话跟运动的形式哈。好，这是带我的结论哈。好，那。民间信仰是怎么去定义哈？我们用一个比较中性的东西，从 Legway 来看哈，他认为他用 popular religion， 就是他就是一个创造神明的机器哦，神明附在人的身上来证明他的存在跟能力，然后神明要求人的血迹来回报哦。那
那神明当然也会用其他方式来显现自己啊，就是说他这虽然跟那个精英道教做区别啦，精英道教的话，他是反对这个神明附身的啊，那也反对血祭啊，那但这东西是大概在宋朝、唐宋还有到明代到后面就界限越来越模糊了，界限越来越模糊。你现在到台湾民间道士，问他们会反对血祭吗？或反对附身吗？他们绝对不会反对这个东西哈，认为他们只是在跟民间信仰去合作，哦，然后做一个媒介，可是他们不会去反对这种东西。可是那个对大部分人来讲说，民间信仰最明显的就是这个东西哈，它是神明附身跟血祭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哈。好，那我们也有李丰茂这个比较中规中矩的定义哈，就是民间信仰就是在它特别要在行业团体这里崇拜各种神明，有人神的感应关系哈，它像神道的教化原则，然后一套的规矩禁忌等等哈，就是这个都还比较中性的外部描述哈。好，那我们看民间信仰作为一个认识范畴，它的一个生命史是怎么样哈？我们先看银饰啊，这个就是传统中国就民间信仰就是银饰嘛，那银饰是什么？就是一个跨越分祭的一个祭典哈，没有列入祀典的这个祭礼啊，这个中国的官方为了维护身份治理秩序，由禁通过礼来维系，就是银饰大量的银饰，那官方来控制那个民间信仰，大概就是一个是宣立银饰，另外一个就是他要创造一个大量的接受的信仰，叫妈祖，就是把100个神归纳为可能就四五个神啊，就做一个后世那个册封来统合哈。那当然很多本来不是拜妈祖的，他为了符合这个形式，他前面拜妈祖，后面拜朱美娘娘、陈美娘娘，就是后面有另外的东西啊。好，那银饰的像同样就是银祠哦，银祠就是它不是官方认可的祀典，就是民间自己设行的寺庙哦，那就是认为银是劳民伤财哦，然后银祠这个就是、那看起来毁灭银祠都是皇帝推动哦，事实上读书人才是幕后最大的推手。这边有一个儒家原理主义哈，就是说，读书人就认为这个东西要拿掉，然后那皇帝呢，有时候为了配合读书人去推行这个东西，就会用了哈。就朱元璋那时候，还有一个叫做寺庙改正哈，他就规定只有哪些寺庙是可以的哈。然后可是这个属于儒家原理主义，他在洪武初年就规定了，可是呢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宣布这些过完人家自己就开始册封这个神、这个神、这个神、这个神啊，对，他是自我矛盾的，他自我矛盾的。所以皇室的那个原则其实是需要神的哈，因为他要治理这个国家。可是呢，他有读书人的东西的时候，又是反对这些东西啊。那他自己又天天册封一些东西啊，所以很矛盾啊。好，那这个之前清慧也讲到，就是这个神道社教其实就是官方跟民间都共有的一套东西啊，政治制度里面固定的组成的部分。好，当然有些神是不准民间拜啊，不准民间拜。好，那我就看一个图啊，就是说传统中华帝国它那个治理的格局啊，就是说，一方面这个权力要讲那个合理性嘛哈，以前叫绩效，就是不能使用暴政，要有合理性。可是合理性在一个传统帝国里面，很容易就变成一种规范性哈，规范性就变成没有儒家的方法去强调这个道德品性的部分哈，就它的有时候合理性本来是要讲这个经济生产的绩效，大家权力分配的绩效，可是它跟规范性在传统帝国很难区分清楚哦，就变成一个儒家原理主义哈，如果强制执行的话，但是呢，另外还有一个 sovereignty 啊，就是那皇帝不时就要走出来说我才是老大，你们其实都是老二啊。就他这个权力有一个主权性啊，就透过皇权去伸张，这个是从政治社会学的 Pogge 的概念啊 ，Parliamentary 是跟那个 Ultimacy 是说他可以最终使用暴力是他的权力啊，就他可以使用暴力，但优先至上性呢是说那个最后这个国家最后的那个，譬如说有外敌来的时候，那其他都不用讲，只有听皇帝的嘛，皇帝要保护你的时候，所以这个主权性有一个优先至上性啊。这样的东西他在积极的时候有时候就出来啊，所以皇帝有一个非常大的权利。那可是他也不能完全用这种强制性的部分，还有非强制性的部分，所以他用 harmony 的压举啊，甚至秩序的想象啊，是天人合一啊等等啊，甚至那个天象示景，然后你就必须做一个自我的改革啊，甚至正统跟异端之间，他也明明知道道教那个佛教是异端，可是他必须要保持一种平衡啊，就是他有一个温和的部分，然后这个主权性的部分呢，
他这个权利的至上部分，有时候也不是完全用强制的哦，啊，有时候可能是，这个是那个，裴利，Elizabeth Paley 他在讲中国共产主义的政治的时候，他一方面要跟你摆在一起哦，就是他在那个安远那个地方，他一方面要用地方戏曲的形式去表达他的，表达他的对你的认同跟地方的认同哦，一方面呢，他要等到他站稳脚跟了以后，他都透过那个 cultural patronage， 就是他去补助一些团体去。他就不用自己出面了，就是他这个时候要跟你的民间完全站在一起，等到权力基础站稳了之后，他就要用一些操控的方式去怎么样去用一些利益团体去当你的跟你一样协调在一起啊。好，那这是一个权力思维的一个格局啊。好，那这边那 Segrè 引用了一个图啊，就是他说这个从林恩德啊，就是说。那个信仰体系从左边看过去呢，是鱼游到右边哈，从右边看过去呢是鸟向左边飞哦。他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老百姓来看是灵验哈，灵验一个神能够得到册封或怎么，他灵验保民卫国，或者在地方上写灵验。可对皇帝来讲，他会册封一个神，是表示他皇帝有一个最大的权力可以册封你。然后呢，这个神能够被封，是因为他有一个很高的德性哈。所以同样一件事情，从这边。看过来跟这边看过来，它角度不一样哦，甚至它互为背景哦，以互为背景去创造出灵验跟德性哦，所以它这两个系统能够调节在一起哦。这是 Segrè 引用那个，这是荷兰的这个视觉画家、艺术画家的图哦，它是这个概念哦。好，然后呢，再来迷信哦，迷信这个概念其实欧洲从基督教开始就一直有这个概念嘛哈。然后那个人类学家叫 Fraser 讲说，人类学的知识的进化是迷信。然后巫术迷信跟宗教到科学哦，那这个东西在早期的那学家，古典的学家都用了，把这些非西方国家的这个民间信仰当作是一个迷信哈、哦，当作是迷信。他们当时法国神父写的书就叫做《中国迷信的研究》哦，就是他们在那个西方的进步论的范畴底下，汉民间信仰就是一个迷信的。那早期的那学家也这样看待中国的这个民间信仰、哦、就是一个迷信。所以迷信本身就是在这个社会进步里面的这个相对落后的一个剩余范畴。好，那再来迷信信仰这个词呢，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词其实是出自世袭政治一个日本的这个日本的文章哈。他的目的是希望把神道教分出来哈，然后剩下的就叫民间信仰，当做一个剩余范畴。然后他把努力把神道教建成国家神道，好，这样一个东西。那我们看到台湾讲民间信仰是陈其禄，像张庭老师有 review 啊。陈其禄最早讲，好啊，然后，所以陈其禄的是他们日本系的，就用民间信仰，然后李义仁那个算是这个欧美系的，就用民间宗教，哦，国外民间宗教不提民间信仰，啊，我们用现在就民间信仰变成我们常用，但是哎，原来出的时候在日本的范是日本在用的哈，它有它特殊的政治意涵哈，好，所以李义仁专一章那时候是民间宗教，后来是民间信仰。然后大陆呢，现在也开始用民间信仰哈，因为大陆以前是迷信啊，就是要铲除迷信了。可是这种文化资产、非物质文化资产一产生，大量申请的时候，他们的宪法里面规定是五大宗教啊，就是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没有民间信仰。可是他们现在要给他们一个位置哦，就是这些文化资产、地方的活动，所以他们的那个发言，等于是那个重要人物金泽社科院的那个社科院的院长就给他叫做。民间信仰开始给民间信仰一个位置哈，所以也是用民间信仰，跟台湾是一样哈。好，然后那西方人类学家呢，我看他们在研究民间信仰，最早阿瑟沃佛，我们看到神鬼祖先哈，从神鬼祖先里面看到对应的神是官员，然后祖先是那鬼是 stranger， 是外来者哈，陌生人是那个流浪汉，那个祖先就是自己的家人哈。好，那我们大概就叫做一种象征唯识论哈。这早期的这个研究民间信仰很清楚这样的东西，然后呢，那最早提出反对的是那个就是 Segrè 这篇文章，1983年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当然流传很广哦。他讲的是这三位女神哈，观音、妈祖跟五圣老母哈。他五圣老母大家就一贯到那个五圣白莲教那个五圣老母。那现在就提出分歧，就说汉人社会其实不是那一套，就对应官僚体系的那套神秘体系那么单纯啊。可是有很多其他的，尤其是女性的不在官僚体系里面之内的神明其实是很关键的。那他还讲到这些他的 symbol 的对应关系也跟那种
官员对应到神明的对应关系不一样，这些可能都在框架体系之外，而且它也不是一个就直接正面就对正面，它是女性经过一个转折再去对应到神明体系。好，那这个五色刀我没看到，现在看慢慢变质了。其实这个他讲的是这种这类的五色刀，我们现在看到慢慢这个零三体系的五色刀转化成一种真的是一个是有一个母性很强的一个母性，就跟那个宇宙原始生成的那个母性又不太一样，所以这里面有一些女性那个 symbolic system 的一个转变。好，那 Seven 开始对这个进行检讨，就是说女性生命的象征跟现实社会里面的女性真是完全相反，而且绝对完美的形象。然后他们会展现出三种显著面向：包容、调解跟合作。好，像这个东西很多人提啊，不过因为 Seven 他比较系统性的在最早在西方人学界讲出这样的东西啊。好，那其实对 reflection 的一个反 reflection， 我们讲阿斯拉怎么样说 reflection 的反应论哈，社会反应论，我们用那个这个是塞缪尔很喜欢的一个社会学家哈，基杰克，那个斯洛托维亚的一个学者，他对分析意识形态啊，他认为宗教其实不是一种反应啊，宗教是一种缝合哈，宗教是一种缝合，就是其实是父权社会的主体建构永远是虚幻不切实际的，如果反应的话，就是说，社会变迁以后。那个象征系统会改变嘛，就是你假设社会祖先是传统的那种社会人群的分类，到现在社会不是在社会祖先的这样的分类的话，不再是那个官员、流浪汉或者是家族的这种分类，应该信仰、民信仰系统会改变嘛。可是照这种，基杰克这意识形态的批判论来讲，刚好相反啊，其实他那个信仰体系是用来缝合这个现实跟理想的差距啊，就是你理想上。事实上都是女性在做的，就是她就像都是女性在经营出来的东西，却是用父权来那个，这边有很大的意识形态的鸿沟哈，这个鸿沟就是用理想去缝合哈，它是一种缝合，所以鸿沟是必然存在，就鸿沟越大呢，不会造成那个信仰体系的这个改变，反而它会更强烈的需要那个信仰体系哈，来弥合那个内心的创伤的失落感哈，哇，这是一个可能的批判哈，好，但不是来自 Sanguine， 我在 Sanguine 就是。那个讲的东西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啊，然后后来那个1996年啊，这蛮重要的书叫《Unruly Gather》啊，就是鲍勃威尔他们编的，就是说，你不要看汉人的神都好像都是很正派正统的那些，他们专门讲那些奇奇怪怪的神，包括李斯科啊什么的这些奇怪的神啊，还有佛教的神明，这些都不在那个，甚至于关公啊，他也很多是厉鬼的来历去彰显，那个地方它是那种厉鬼的味道，然后。就各式各样的神八家将也是正邪并聚的，就是其实都是那种奇怪，济公、孙悟空、哪吒等等，都不是正神哦，他就是怪力乱神这种东西，反而是那个民间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东西。我觉得他不是那个统合的那个生命观念体系哦，他其实是很多边边角角的那个各方面哈。好，那这本书大概把这些做整个编起来统合在一起了。那圣人也有写一篇哈，圣人里面写一篇，写哪吒了，哪吒跟物理的部分。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层次，就是说，同样一个信仰体系里面，其实意义是分歧的啊、哦。这个很可以理解，就是说，那个 O.B. Sager 讲说，一个 public 一个 symbol， 它里面有 private meaning 啊、哦，就是说个人有需要个人的意义啊、哦。那他怎么去讲这个东西啊、哦？就不同的讲法，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哈、哦。我这边带有 review， 其实一个是 Jordan 神鬼祖先哈、哦，这本也卖的是这本好，中文的卖家啊。好，然后呢，封面比较漂亮。然后，好，他讲这个其实哦，这个一套教义模型嘛，神鬼祖先很清楚，神就是很有德性的，祖先就是祖先嘛，那鬼就是那些很可怜得不到饭吃的那些人。可是呢，你在行为里面，它是另外一套东西哦。有一些人他好像是其实是鬼哦，没东西吃很可怜，可是他会作乱哦，你就要去巴结他嘛，啊，巴结他，巴结他，最后。那他也好像一些神灵显示显灵验，就会变成一个小神哦，还不是正神哦，啊，就是他这边有一个 gap 叫 slippage， 就是他说这里面在神学体系跟那个信仰体系那个操作行为体系之间是有两套东西哦，它中间有一些 gap 在里面啊。好，那这个高顿汉讲说神其实他这个主要是讲那个宋代的道教开始进入市场化的这样一个变化。就是以前是一个 bureaucratic model 哦，可是呢，它有一个 personal model， 同样在神明观念体系里面，有的都是你神跟他的私人关系啊，就是说你可能是因为你跟他有特别的私人关系，你去拜托他，
就是因为做教的时候，你就特别清楚那个教做教后面摆那些神，做地方的神哦，那也不见得是很大，可是你就特别可以拜托他去帮你跟上面祈愿。所以 personal God 跟那个他叫，而且他叫异人哦 ，special man 哦，跟有一些那种超人、超人、超能力 special man 的这样的东西，你是这种概念去拜那个神哦。所以他事实上同样的神明，他的系统里面是两个不同 model 在运作啊，其实互相相辅相成啊。就是他那个神明的关阶是一回事，可是他跟你的关系去创造那个关系，啊，各种庙会活动去创造那个关系，尤其是到你道士做媒介去达成那种关系是很重要的啊。好，那 Simon 也有，就刚刚那个图啊，就是说他灵跟德，哦，看起来都是一个天下一家的这个东西，那互为背景，然后他是而且他也讲那个 Nasty 还要 Rocky， 就是由乡由村到镇到乡。由乡到大城镇，到都是那个 skin 的那个逻辑一层层的上去哈，它那个其实灵跟德也是那一层层上去，跟一层层的下来哈，它有这样的概念哈。好，那再来，接下来边界在哪里？我讲已经讲了边缘跟再讲边界哈，边界就是说，像 David Jordan 的那个民族志里面就讲说，他不管怎么样鸡头怎么样讲哦，最后都会是那个。夫妻之会就是家里你家倒房啊，就是你家那个女鬼啊需要找人嫁啊，就是这都是夫妻之会的问题啊。而且你这个村落你家里的问题没有弄出来，假设村上有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个记者就跑出来讲，就说啊这一家倒房，所以造成我们这边好多人的传染病，就他会跳出来啊，就会跳出来。记者那个世界观就是一个夫妻社会里面的去维系那个夫妻社会，所以你家那个女儿夭折已经二十年了啊。那基督教怎么会知道？他会突然讲说，这一家的女儿需要去跟他找一个半个冥婚，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私人的家庭的问题会变成全村的这个灾难的问题，所以基督教会跳出来嘛。所以他就达成一个夫妻社会的再生产。好，再我讲到那个神话的主题，它是宣泄而不是对抗，所以我这样讲。然后还有一个想象力的边界是母女主题的匮乏。好，那这就能讲，就是说他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个基督教跟斗好两个人是合力去维系夫妻社会的再生产的问题，即使那些。太太都换成外籍新娘啊，可是他这同样的那套认知体系，夫妻社会那个祭祀造成那个村庄的疾病，就是、这样一个概念都一直存在啊。好，那基隆跟做头是执行社区意志的人啊，然后他们的起源式都必须符合于夫妻社会再生产的原则。那你也可以说，那这个基隆不这么讲呢？啊，如果基隆都不这么讲的话，两三次基隆就被换掉了啊，大家都觉得这个基隆没有公信力，可是他最有符合于传统那种概念，大家才会觉得哎。扛命死哦，好，那最终都是找去夫妻社会再生产。再来，神话的主题是宣泄啊，就对抗啊。好，那我们会看到说，当马克思韦伯讲父权社会其实很脆弱哦，因为父亲毕竟是少数嘛，儿女是多数。好，然后呢，所以假哪天那个父亲不满足，不能满足于子女的要求啊，就会产生那种对抗。那怎么样在对抗呢？就是说，从属者集合起来。反对个别家长，然后或行为上反抗家长，或者他们虽然不直接反抗，但行为完全不符合于从属的行为模式哦。这个是我讲的，就是说他这样才符合对抗。可是我们看民间的神话故事哦，不管是木莲救母也好，或者是哪吒的故事也好，或者是妙善公主的故事也好，他表示真的父权社会里面的不确定性、限制性跟脆弱性的。可是呢，那里面的人最后都是大和解哦，都是大和解。哪吒呢？最后是透过一个托塔真人送给李靖一个塔哦，然后燃灯真人送给李靖一个塔，让把哪吒镇住哦。然后妙善公主是断手断脚以后跟父亲大和解哦。然后那个木莲也是哦，他救了母亲哦。好，那所以呢，他们继续保持着对系统的参与哦。他可能被驱逐在系统之外，不否定，但不去否定系统的社会意义哦。这是各种另类的系统的实践，让压迫者与被主流。去断裂者有一个位置哈，然后继续跟系统发生关联，得到满足感，不注意否定系统正当性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宣泄，而不是对抗。好，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也让佛教进入了他的民间信仰体系啊，因为佛教的那些人都是跟父系祭祀断裂，产生断裂关系的人啊，可是呢，他们的这种断裂关系却创造出那个父系社会边缘人的位置跟功能啊，把边缘纳入体系内，那也大大的扩大了民间信仰的边缘地带，可是也再次划定了民间信仰的边界啊。就你还是没有画出那个东西，可是你给边缘创造一个很大的位置，创造他们的主体性哈。好，那这个比较复杂，就是神话主题想象的匮乏，就是说我们发现到你真的去找不太出母女的
神话主题，大家只能找到一个叫光牧女的故事哦，它的结构会跟那个牧莲救母的故事是很相近的，就是他的妈妈因为犯了杀戒，然后母亲女儿就一直许愿，然后去救了他的母亲哦，可是他并没有真的发展出那个母女的那种内在关系哦，他的关系还是透过以父权社会定义出的那女人的那种交换价值里面去理解，而且他完全模仿是牧莲救母的故事，他年代也刚好比牧莲晚一点点，在地藏经里面哈，就是说女性主题、母女主题的匮乏，其实这个欧美的文学也讨论过，就在1970年代以前哈，母女主题的东西非常的少哈，可是到现在就非常多哦，你看那个偶像剧里面大概都是母女的那种争执哈，那婆媳更多，但是婆媳就在这个范畴内了哈。不是这种法律性的母女关系，可是就真正母女关系，其实过去的文学表达是非常少的哈、哦。就一方面是女性缺少这种表达的工具哦，就男人定义出来的工具；另外一边是，母女关系的表征，象征表达充满了内在颠覆性，一开始被排除哦。再来就是说，即使有的话，他这个母女关系也是，不能发展出女性的女人对女人内在的关系啊、哦，因为一般讲比较交互主体性哈、哦，可是母女是那种交互无主体性哈、哦，就是，妈妈看到女儿就觉得我就是因为你，我才没办法完成我的这个父权社会中的女性妈妈女性的角色。女儿看到妈妈就觉得就是因为你当父权社会帮凶，竟然不帮我女生说话，然后还站在我对立面，所以那是一种一看到就交互无主体性的一种父权社会里面一种情境啊。好，那我有特别注意到，就我们看起来只是世俗关系哦，母子、母女、父子、父女，那事实上。真的讲下去是很多重关系哦，因为母亲、父亲是一个单一的父亲哦，母亲是有两个父亲、母亲哦，一个是生物性的 biological mother 哦，另外一个是社会性的母亲，她有时候当母父亲的帮凶哦，她是一个社会性的母亲哦。那子女单纯的子女的话，一种叫一度断裂，就女生一生出来就是跟父权社会断裂的，可是某种程度呢，像妙善就更厉害了，她不断跟父权社会断裂，她也拒绝结婚哈、哦。拒绝结婚就是说，你本身还有交换价值，至少有办法生理，你可以去交换，对不对？这样有交换，他也拒绝担当这种交换价值啊、哦，就他虽然不能帮自己的夫妻社会去自己的那个祭祀群去完成，可是他可以帮助别人的祭祀群去完成那个祭祀的那样的线了。可是他现在拒绝，这叫二度断裂哈、哦。那还有儿子本来是承载的连续性的，可是他去自己断裂啊，就像牧莲一样，自己要出家哈、哦，要自己断裂哈、哦。就是他事实上在这种情况里面有很多种关系啊、哦，这个。我是有写篇文章去分析这些，大家可以去看哈。好，然后基本上这几种神话反映这几种东西，所以有些它其实没有反映到的哈。那就是说，他这个父亲呢，压迫者呢都是父亲哈。啊，有时候是父亲，有时候父亲压迫女儿，有时候父亲压迫儿子哦。那个母亲呢，永远是被救赎者的角色哦。母亲是被救的哦，她已经是被父权社会已经污名化了，可是，在那个。被救赎，在这个神话故事里面，又再一次被污名化哦。他就是犯了杀戒，然后就是等于是又是一个道德的母亲哦。然后但是这个情况下，那些已经与父系社会断绝关系的人，就会去救他的母亲哦。通过救他的母亲来达成，就母亲本来生产儿子，母亲是儿子的这个生产者哦。他生产出儿子，本来是他母亲在儿子之上的，而不能救母，却是这个被生产出来的儿子却倒过来去救他的母亲哦。而且母亲她完全被，所以血盆金嘛，血盆打血盆的仪式，就是把母亲从地里面救出来哈。就是其实母亲本来是高的哦，可是在那个道教仪式里面的神话故事，然后再一次的污名化，当做一个被救赎者哦，来成就父亲、成就儿子的孝道哈。好，那这是这个它里面的一个神话关系哈。这个部分就很多是圣古人有讲到的东西哈。好，那这个我刚刚讲到就是说。女人父权社会里面女性象征表达的薄弱跟缺少母女神话的故事、哦、那因为母女神话创造出来会让这个主体被解体、哦、冒着被解体的危险，这个就暂时不讲了。然后再来说边界翻转、哦、假设有一天基统跟作者的叙述不再完全围绕在父系社会延续的框架上，而且呢他还能够不被罢免掉、哦、还可以不被罢免掉，然后神话的故事可能不再以大和解作收场，然后神话里面出现母女相认的内容，我们大概就是说，其实主体抱着被解体的危险，进入一个欲望敞开的一个挑战啊，这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有这个迹象啊。一个是这个小说里面啊，小说里面会有这种东西。这个 Amy Tan 的那个喜福会啊 ，Joy Luck Club， 这些人都是从中国移民到
到美国哦，然后父亲都不在啊、哦，父亲都不在，就父亲都是很差很差的父亲啊、哦，不是败家子呢，就是那个就是有流浪汉的，就是那个没有家庭责任的，都是不好的父亲，然后他们都受了很大的痛苦，然后女儿一开始不了解母亲的痛苦，慢慢的女儿又重新认识到母亲的痛苦，让母女关系重建哈、哦，这是一个男人缺席之下去重建的一个新的一个母女关系哈、哦，小说里面有哈、哦，再来就是这个。这惠灵山哈，这一九八零年代流行这种活动，他们有大量的这种母女相认的这种情节哈。好，那他这母亲当然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想象性的，像先天母，不是一个真实的母亲，就是有一个在你还没有投胎之前的一个母亲，所以那个母亲也是预设到很像那个无声老母那样，就是一个预设到一个先天性的一个东西。所以他虽然有这样一个象征，重新建立母女关系，可是他不是一个 biological 上去开展，而是用一个想象的一个神话性的母亲，回到宇宙起源之前的一个。重新救命母亲哈，可至少他那个欲望是敞开了，母女相认的欲望，过去是没有办法去开展的东西，现在是这个欲望是敞开的这样一个东西哈。好，这样吧，谢谢。好，丁老师很正式啊，那谢谢丁老师来为我们介绍南北，还有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解汉人宗教的一个视角，这样。那我们。有一些时间，然后欢迎大家可以提问或提出想法，然后可以同学一起来讨论这样子。那有没有想要先开始？大家还在想，先问好一点。那个我要问仁杰哈，因为大部分你的诠释这一部你是没问题，我也同意。可是你自己后半部，你写这个边缘、边界、边外、边线。第一个问题，这四个字，这个 term， 这四个 terms， 你怎么定义哈？这是第一个，比较简单，就说你没有交代。第二个是说，最主要啦，我是觉得 ，Sangri 来的话，我不会公开挑战他，但是私下我们会有聚会，我最想问他的，那同时我现在就是问你说，你同不同意他这一部分？就是说它其实是混合了人类学里面的资料来源，两股资料来源的资料，它把它混在一起来讲。哪两股不同资料来源呢？它大部分用的是文本，那个文字，像什么儒家的那个父系的东西啦，哦，然后佛教道教也一样，它用妙善公主，用那个木莲，用哪吒，那个都是文本分析，可是它的田野却是，大溪的那个 Daily Life， 这两个它怎么，它没有把这两种资料，两类的资料好好处理，所以它处理的那个都是 ideology， 都是从那个文本来的 ideology， 可是，在 Daily Life 看到的是不是这样呢？那是不一定，所以它越到后来，你看它大溪之后，几乎没有再做田野了。也就是比较忽略啦，我不能用这个做题，比较忽略那个 daily lives， 这种 practice， 就是说 daily life 的日常生活的 practice， 那它大部分就是依赖那个文本的哈，这是一个，就是说资料来源，一个是文本分析，它把它当作主要的，而不是从它实际眼睛看到村庄的生活，母女怎么样相处，父子怎么样相处。因为那肯定会有阶级的不同嘛，农村里面跟那个儒家士大夫所讲的那一套肯定不同，可是他就不处理，哦，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他把民间信仰就是混合了、融合了这个佛教、道教，甚至是教派宗教，或者是其他的，因为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中国文化那么大。里面历史分层那么多，他把所有的这个不同的宗教来源都混在一起了。木莲跟妙善，哪吒是佛教的，可是那个雪狐精，好了，雪狐精也算佛教好了，就是民间佛教，因为那是维京嘛，哈。他也把那个道教的也拉进来，道教的哪一部分我忘了，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也想到。所以我意思是说，他都把它统称在所谓的民间信仰里面，然后成就了他这个 ideology。可是如果在
宗教学，因为我特别看到四维跟超人做宗教学的，那这些是不同的 religious tradition， 不同的那个宗教教派啦，这个传统他都把它混合在一起，这样子会被人家诟病，会被其他学科诟病人类学，就是说你为了成就你一个学科的所谓结构，你认为中国文化中国社会有一个社会结构，但是你忽略了其实那里面是不同的宗教，甚至我们不要说那个木莲庙山哪吒，那有的是印度来的，有的是中国本土产生的，那些差异都不出、哦、所以我也想听听这两个，一个是你对自己这四个词的定义，一个是Sangreen 他对这个不同的资源资料来源的这个混用的情况。好，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完全赞成你的那个剩下的不能录影好像就是其实他大概后面就没有做田野嘛，所以他就是他早期是我讲他是一个很 sincere 的想要从田野里面去归纳一些东西来的，可是那条路好像走不通啊，好像从不同的理论派别去然后找出他想要解答那个欲望的问题，然后去综合既有的理论，反而更好下是用从狐狸的角度去找出刺猬的答案，他没有办法从很多地来或者是刺猬的角度去找到他因为那个田野的那种就是另外一种记忆嘛，他我觉得他是理论归纳上提供我们，我觉得读他的东西有好处啦，就是说你常常很多东西你有一些推论上的限制，或者是那个读他的东西觉得豁然开朗，可以从这个角度去下手，可是本身他从他的材料就是大量的地方田野材料，他没有那个材料，他只在神话里面分析的时候跟我们这 approach 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你会觉得他只是提供一些理论的观点的关照，尤其是你想有一些困境他试着从去突破，包括从 symbol 包括他的那个阴阳理念就某种是一种突破，也是对我们也很奇怪，可是就他提供一些借鉴，然后让我们超越功能之后走到结构主义，走到象征，再走到这个心理分析，这些 approach 我觉得他提供一个 base， 那后面你要怎么用，怎么样跟田野材料去结合，那可能是我们的任务了，就是他大概也没办法，我想他也没办法去。所以你 PowerPoint 最后面那个母亲有两个身份等等，那是你带他的。那是我的。那我就要问你这个啊，你如果不赞成他，你怎么还会继续用下去呢？没有不赞成他，我说你在分析他的东西是可以用的。但是那你如果你讲那个田野那个层次，就是说你一个道教的东西，地方人是不同的都不一样用的东西，那讲下去讲到那个田野，那当然分歧性很大，可是我觉得那背后还是有那种某种统合性，这个我赞成的，只是说那你要用材料去说明，那这部分是没有材料去 cover 他要讲的那些主题的，他只能在神话里面去讲的那个欲望结构，儿子跟女儿的那种欲望的那种矛盾，他这部分讲得很好，从神话里面讲得很好，那个复杂的那种 ambivalent 那种东西，可是你真的落实到实际田野里面才要去解释那个社会跟集体，人跟集体的生产的关系，他的集体基本上落空的，他的集体，他马克思主义也是落空的，他也没有讲农村生产形式，而且他的集体就是讲集体认同而已啊，他并没有讲是那一群人的社会网络关系，他也没有讲，他只是讲说个人的认同到集体的马祖信仰的认同，这是社区的认同，他是讲认同那些东西就代表集体，那个也是现。很心理层次的、啊，就他没有讲人的活动的那个部分，所以我觉得很大部分是有一个落差的，我非常同意。对，不好意思，我继续问啊，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你家里的日常生活，你可以观察到很多母女的关系啊，怎么会没有？可是 Sangreen 他我们也不好说。母女主题没有，也是我讲的，不是他讲的。对，可是他讲的这个东西，我可以理解说，他讲是其实神话有不同层次嘛。一种是大神话，一种小神话。小的大神话，你在民间那一大堆啊，可是它进不了那种民间的话本，成为共同的主题，成为那种流通戏剧，各种戏剧去演，它没有进去那个东西。你就要讲地方，你去收集台湾地方谚语故事很多了，但母女真的很少，婆媳非常多，婆媳很多，但就是
结果结论都是不孝的媳妇，然后那个被处罚、被雷打啊，怎么样？就那个婆媳，那个可那个是因为也是，那其实也是父权，女婆就是父权。可真的母女的内在去，那个是很少，真的是很少。找半天找到光女故事，哦，地藏经里面的，那完全跟木莲是一样的。所以等于我意思说，我们还是读书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现场在座的，我们还是读书人，我们还是在复制儒家那一套，而且是希望合法化中国文化，所以我们故意忽略那些跟儒家不相同的母女的啦什么。其实日常真实的生活是很多，可是我们的不管小故事、小神话、大神话，其实我们只允许，只要你用文字写，你只允许儒家以 ideology 的东西。不进来啊！我们等于在复制。不进来啊！不进来。圣贵讲不是这个啊，圣贵讲是说。哪吒这东西是违反了那个夫妻伦理的、啊，可是却那么受欢迎，就是因为他投射了那个父子矛盾情节。我没有反对哪吒。对，我意思说，他并不是说那些东西出不来，可是我想那些东西能够流通、能够共鸣，它是有一些社会文化基础。不是，我们分开来说嘛，父子、父女、母子、母女。那我现在是说。日常生活里面是有这一类，譬如说母女，那可是进不去儒家。那哪吒那个是我意思是说，他是用佛教来反儒教，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厘清你的资料来源是不同的，其实他那个对应关系，父子、父女、母子、母女，不一定是像那个表面。这个是我刚这个问题的意思。是，好，第一个问题，边缘。边线、边外、边界，这是一个噱头嘛？边缘就是你有很多人要定义核心嘛？你定义核心，并不是真的核心很多人遵守。你定义核心是创造了边缘，大家都觉得我在边缘，我好爽这样子啊。可是你再怎么样边缘，你不能突出到边界之外。你边界之外，并不是说真的有人会把你枪毙。我说你到边界之外，你的主体会解构，你的主体不见，你的主体是要这种。在回路之内，自己管制自己。你没有，你到边界之外，你的主体就解体了，找不到谁来管你自己。就说，所以边缘啊，这就是边线。那边外就是被主体解构那个东西嘛。那边界翻转就是说，原来是不准的啊，好，可是现在因为没有人去界定那个核心，那个欲望开始敞开，欲望敞开之后，它是不是有可能，这个父权东西会翻转过来，就是那个边缘的东西变成是主流的东西。不知道，但是他已经在开始在翻转了，哦，大概是这样的。刚那个上勋老师问的问题，我也蛮想再继续追问。然后我先讲几个问题啊，就是丁能杰老师非常努力整理了就是过去人类学的研究，然后结合他的。当代的研究，然后，我记得你一开始讲的问题是说你要谈那个污名化，然后它是对象，既是对象也是打手，可是好像你的讲的过程当中，我们看不太出来你这个论述的这个主题污名化这个主题的对象跟打手这个东西在，但是我们现在反而很清楚你在谈论边界跟这个边外的过程，然后你去论述这个民间作为样，民间信仰作为认识范畴。这个其实我会觉得在前面的这个部分，历史的部分，我觉得最近的很多研究已经越来越细致了，就每一个朝代对于银祀或者是就是我们册封的这种制度，还有对民间信仰的认识，其实在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不太一样，而且越是近现代，这些区域性的不同越来越明显。然后近现代怎么去制造出民间宗教这个概念，最近的研究也很多，就是我跟超然我们都在读那个李天刚的那个金泽那本书，现在它里面有很多历史材料去论述这个过程，包括近现代五四以后这些知识分子他们怎么去建构这个东西，它材料非常丰富很细致，我觉得可能对包括迷信就是里面提到那个迷信这个概念的生成，以及它跟民间宗教的中间的那种曲折的关系，其实每一个不同的阶段它的张力是不同的。我觉得这可能可以附加成为一个就是说补充了。那我比较有兴趣的就是你一直在谈的边界，这个我
觉得我非常有兴趣，就是因为你谈到那个边界的主体性，那边界的这种人物，他在被压迫的过程当中，或者他的这种宣泄的过程当中，造成一种认同。那这跟宗教的关联是什么？就是说，今天我们宗教会去信仰这种神，或者是去认同这个神，那背后的那个力量是什么？是他的灵验吗？还是说他作为一个边缘的形象，造成一种信仰上的认同？就是说，这种内在的信仰的那个力量是从哪里来？为什么不是去信仰那种正统或者是权威的，就信仰这种边界的哈，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我就是蛮想问刚刚那个张巡老师提出来的那个问题，因为如果按照你这样的论述里面来看，看起来好像，你里面提到，就是说原来被禁绝或遗忘的那个主题，忽然成为欲望的核心。那里面你提的一个是母女关系，那其实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其实那个 Sengren 他在反对 Arthur Wolf 的那个文章，他是用很多女神来做一个代表，就是非官僚的这些女神。可见女神的关系，或者是女神女性跟母女关系，或者是女性跟女神的关系，这个其实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男性书写里面很少找到这种材料。可是如果我们去看碑刻或者是文献，或者是那些进香的记录等等，其实很多是女神跟女性之间的关系。这种在地方的那种地方的这种材料里面是非常多的。所以如果我们把母女关系看成是被禁绝，或如果按照你的界定，变成它是边界之外，原来是在边界之外，然后现在跑到边界里面变成核心，是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是不是原来应该是不是应该把它看成边界之外？这个是我的问题啊。我是说，因为你在讲说原来被禁绝或遗忘的这个主题。好，我先提这两三个问题，跟丁老师请教，谢谢。好，谢谢。其实你讲这三个部分都提供了一些资料的来源跟那个，应该继续研究下去。我想，如果母女的主题在碑刻里面很多的话，那可以拿出来去对比一下，就到底它那个反应。因为你光你的故事来讲，就完全复制了木莲救母的那种，就是他在拜佛，可是他的妈妈却在地狱受苦，然后他想要去救他，然后救他的时候就祈求谁，就求观世音菩萨。就如果都是这样的模式的话，就他还没有超脱那个母亲等待被救赎，女儿透过出家或断绝祭祀关系去创造救赎能力的这样子的那个东西，好像并没有。如果有的话，那我想是可以拿出来好好的讨论啊。对，我谢谢你的来源。第二个也很感谢，就是其实我讲那个污名化，民间信仰被污名化，其实我这样讲的是民间信仰被污名化这一部分，很多资料了，很多现在很多研究在讨论这个，包括民国时期还过去啊，这是我只是简略的 review 一下那个脉络，那细节还要去对把那些东西找出来，在很多人在做这个东西。再来说，他为什么在边界能够创造他的那个大家拜什么东西？那就是佛教的厉害啊！佛教利用就是看唐朝那段，唐朝宋朝那很大的转折，就是佛教怎么样把他那个角色给放进去啊，放到说他虽然是就像以哪吒来讲，他那时候白早其实说他在印度神话里面，哪吒是说他断他的手，断他把骨肉还给爸妈、哦、然后专心修佛，他是要这个拿这个例子不好，好，这个是要反正他，那就是意思说，我们要拜他是拜他的 super power， 他的 super power 是什么？就是说，当你去求他，他本身已经是一个断绝祭祀关系的人，可是他有一个透过断绝祭祀关系，他创造了佛教给他那种救赎的超能力，所以现在不管木莲或地藏王这样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妙善公主也是，就是说。他已经，他在那个父系统之外，他有一个超级的救赎能力。我们拜他是拜这个东西，所以在父系社里面受到的限制，可以透过这样一个超级救赎能力去得到一个完备。那这个角色是佛教想办法，本来这个不能被父权社会接受的这个角色，断绝祭祀父权祭祀关系这个角色，他把这个角色去放大成为，因为这样呢，就有一个超级救赎能力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就是救赎神的这个概念从这里面跑出来，然后我们拜他，所以他创造那个原来的汉人的大部分的神里面有的这样一个救赎的能力，好，然后而且这个救赎能力被赋予在出家的人身上，或者是
不能延续父权机制关系的那个人身上，完全拜这个东西，而且他们都许愿要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类似这样的东西，然后他们都许愿这样，所以我们拜他，一方面我们希望有他的超能力，一方面我也希望他的超能力能够提供我们救赎的这样一个，大概拜这样的东西吧。那就是佛教潜入中国社会的一个变化。小问题就是，丁老师一开始有提到说，民间信仰去污名化别人，它也有这样的功能跟任务。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好像你说去污名化，执行污名化。哦，没有，因为那个本来在中央大学一个 panel 宗教污名化，一个是报告伊斯兰的，一个是报告同性恋的，那他们都是，然后我是报告那个民间信仰的，所以就说。伊斯兰是一直被人家污名化，好，对别的宗教还污名化，然后民间信仰是一直被知识分子给污名化，然后同性恋是一直被，希望能够被污名化，可是他们在长老教会里面，那原住民的部落，那长老教会本身又是污名化他们同性恋，可是他们又不得不在长老教会的保护之下去从事一些社运啊或什么的，对，所以用不同的脉络去回答吗？所以民间信仰去，他是被污名化的哦，他是被污名化，他没有去污名化。他有啊，他有污名那些不是生产的人啊，不觉得社会不能容忍的人，他是有。可是我现在讲说，民间信仰这个范畴是被官方也好，或读书人也好，一直被污名化的这样一个结果。华南学派以柯大卫他们来讲是讲宗族为主了哈，就那个宗族制度其实是地方上，尤其是嘉靖年间那个皇帝本身里面的一群也是读书人跟皇帝之间争来争去之后，皇帝想要把那个权力他自己失权啊，他跟读书人他斗争失败了，他想把这个祖先祭拜的权力下放到地方。然后地方，得到这个祖先祭拜的权利，所以大量的大宗族开始被允许，以前不准做这种祭拜，祖先祭拜只有贵族才可以，现在完全民间化啊。然后有这样一个历史的过程，那我还是学派以编年史的方式把它给，至少柯大卫做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在福建有不同的状况。我其实是蛮同意那个
对，我知道你意思了，我更清楚一点，就是说，其实对华南学派来讲，是整个的地方纳入到整个中国的这个意识形态的统治形态里面的那种互动里面，去创造出地方的那样。可是它是上面，某种程度是由上而下的，整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历史过程、历史变动里面，创造出地方有那个空间去创造他们的宗族，他们的宗族可以往上拉到很高很高，然后就是在那里面，他去创造出的地方的，地方自己的这种 practice， 然后找到一个的。那我们这个我现在讲这个比较像是，以地方的灵验或也好，地方的情感、地方的欲望的本身，他怎么样挪用各种新的东西，然后去创造他自己的生存的利基啊，所以那个次序有点不太一样。我这个属于叶川龙体系，就是一切都是地方，就是上面那些都乱讲，都是地方事实上有他们那个。那我不要那么极端了，就是说，那次序是跟华南学派的讲的那个观点有点不太一样。可是，对，现在想到这样。我反而觉得华南学派的整个做法，它其实是很想要把这个所谓的帝国体系放到地方，然后成为一个地方性生产的一个 resource。可是你的这个整个脉络反而是这些边缘的东西，直接从地方上出来的东西，它是在逃离这个地方的，它反而不是在生产一个地方性，它反而是一整个。上升到就是从那个地方的束缚里面被解开，然后回应到整个，我不知道他是会走到哪里去，但我就是很直觉的认为，这两个系统如果可以有一个比较严肃的比较的话，应该可以对那个民间信仰有一个蛮有趣的对。可以产生一个蛮有趣的对话。外行人也可以问吗？就不好意思，我还是不太清楚你今天要谈什么呢？真的，就说你的问题是什么？就是那个这个文章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说，就是前半段那个不管了哈，其实跟你没关系。就是你要谈这些边缘、边界、边外、边线反转。如果就是你那个立场跟观点是什么？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所谓的那个边，不管是边线、边外这些东西的。那个划分，或是那个所谓的分界的原则是什么东西？就是所谓的民间信仰本身作为你的一个讨论的一个主题的话，对不对？那第二个，我想要说，其实你这里面你要谈的东西是会跟。如果你连到 Sengri 或者后来晚期在谈的那个欲望，或是用那刚的观念来看，我觉得你好像是要去处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问题是可以跟刚刚处理提的那边一种呼应，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其实是一个伦理的问题，是一个伦理的问题。这个伦理问题不是只是在人跟之间。而是那个欲望的流动，或是欲望它本身如何可能不被结构化或是建制化？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它不被在建制化在所谓的父权那个体系里面，但是它需要有一个民间信仰，它作为一个社会的。象征的空间，它可以是一个逃逸的路线。我不晓得，我有没有表达很清楚啊？就是如果你这个，我现在不太，所以我说不太清楚你的问题，你的文章是要处理什么？但是我在想，我现在是在想什么？
哎，好像你要，你就那个边界或者那个边线，它是怎么被画出来的？以及那个线边线内外上下之间是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哎，用欲望这个东西，或者用这个概念，它作为一种欲望的伦理，而这种伦理，它似乎其实民间信仰，它如果说你这个文章里面。可以有一种心意啦，我就讲一种心意，就是说，他是人在这个这被结构化的这个一个社会里面，我如果找到一个出口，但是我这个出口要被承认，就是你用那个 position， 他必须被 position， 他有一个位置，但是这个位置又是可以移动，所以我就想，我就。天马行空乱想，就是，事实上是可以，我们一直要逃离那个东西，这种逃逸的路线是可能，有没有一种各种可能性的逃逸路线？不管，尤其怎么样离开那个所谓的父子也好，母女也好，啊，那个逃逸路线。但是民间信仰它可能刚好，民间信仰的它是一种那种内在的这种意识性，或者说。他在整个历史的这个变化的过程里面，好说你就是好，就是说好，当代台湾社会好，他提供一种可能性，就是我刚刚讲的逃逸的路线的可能性，而这个逃逸刚好是可以穿过那个边界，于是就回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刚这位先生提的那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力量的来源是什么？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要这样去想？这时候你的不只是你这篇文章，而是说你的立场跟你的观点是可以被我们了解认识。不然不好意思，我一直讲还是不太清楚你这里今天谈的，或是你这个文章里面到底要处理什么，以及你的观点跟立场是什么？对。我这不好意思啊，我外行。被你问的我自己有点迷糊了。这个我是想要透过把民间信仰当做一套制度性的欲望体系，有这样一个角度重新去看民间信仰，也因为它是一套制度性的欲望体系，所以有很而且它集体性的，不是个人的欲望，很多，所以有各式各样的欲望会夹杂在里面。啊，可是它又不是无限制的，像你然后说民间信仰有没有提供一个出口逃出那个，我觉得不太可能啦，但从这个哲学主体的这种强调，可能很在乎那个东西，可是民间信仰就是那个样子嘛，那他的那些人能够逃出到那个，他可能有他自己的，可以每个人去建构自己的意义，从里面找到自己的那个，哦，可是一回到集体性的形式的里面，它又是一个很结构化的东西在那边宰制你，可是它允许你松动，在某个范围内允许你很大的松动，那个允许你松动的本身会给你造成一种虚妄的满足感跟主体感，嗯，啊，但是你就真正的逃出去，我觉得是不太可能了，啊。那我今天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一个是帮 Sengren 抬轿嘛，啊，一个是那个透过这个 Sengren 的角度去看欲望的角度，他自己的 Sengren 自己的演变，从 function 到 symbol 到design 这样的一个演变，我透过 review 那个民间信仰发展史里面，也看到他在这每一个地方他的着力点，他在不同时期他的着力点，彰显出他在这个研究体系的转折里面，他有他的一个很大的贡献，而且他是 approach 把这个到最新的书是把民间信仰当做一种 institute fantasy 的这种角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关照。哦，我大概今天做的是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自己的立场、自己的想法。我只能说借重这个角度去重新 review 这个历史发展史，看到这样一个转折，嗯，好，哦，这个课题值得大家继续再去想，尤其是能激发出像你这样那么 deep 的 thinker 去思考到这个民间信仰到底对人的欲望的解放，或者是那个问题，我觉得是我提到你的问题，我觉得很满足，今天我达到我的目的。对，因为就是那个他刚好提供一种。其实我觉得看就是，处理就是一个社会的参与的问题。民间信仰它
如果就像你说的，你的野心哈、哦、是要去把它当成一个欲望的一个集体性的欲望的一种系统，这个系统又不是很规则性的，不是很逻辑性的，但它提供一种空间。我说它提供一种空间，让这种社会的残余，它是有可能在那里发生。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另外一种新的视野视角去看这个东西。不过我这边偷天换日一个东西，就先人讲的是那个，他是讲 patrilineal 父系社会，父系这个东西是一个 institute fantasy。我是直接给他一跳到民间信仰是一个，因为我觉得民间信仰八九不离十跟父系看起来，即使不是王爷那些看起来不是，其实背后都是有那个东西的东西。所以我直接跳到就他民间信仰就是一个 institute desire system 这样子。对。啊，你来了，谢谢你。我这边问题其实很简单的、啊，但是就是要厘清，就是希望确认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如果我现在的理解是这样，就是说你似乎要对照一个，就像你之前讲过的，西方以狄帕斯情节为主要的欲望生产的主要动力。然后对照一个西东方的，虽然我不知道这样的讲法是不是 Sengri 的讲法，还是你的说法，比较以孝顺的一种情节，然后所产生的背后有父系思维的一种，我所谓的父系情节好了。然后这个东西它之所以产生一种欲望，会让有所谓的中心跟边陲。那这个中心边陲，你似乎要逻辑上你要强调是这个边陲可以在这个情节的运作下，你好像比较精彩的就在这地方。可以产生一些看似有主体活动力的一个领域，那这个领域似乎是你可以对照到很多经验现象，至少你举了几个例子。那我现在有一点要确认的是，所以在你的理解里面，你是把官僚体系当核心，对照民间信仰当做边陲，可是你的文章的例子又是把民间信仰当中的父系的神明好像当作中心，因此你讲说没有母女关系当作边陲，那也就是这有两层。那这两层是你都同意是说官僚相对于民间信仰是中心边陲的关系，所以你讲的东西也如同刚才在讨论的，民间信仰本身似乎也是一种宣泄的出口，是在所谓的大传统小传统当中一种出口。然后在另一个层次也可以说那种所谓的男性神跟女性神，或者说父子啊，你讲的缺少的那个所谓的母女关系，他在也找到一个缺口。然后你认为譬如说当在一些社会条件，例如说当所谓的中心不存在的时候，这边陲就开始有活力可以产生，例如惠灵山这样子。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这样的理解是这两个层次都可以应用你同一个逻辑，还是说你的对照点不是这个样子。我讲的我的理解正确啊，就是说它核心不止一个啦，就是说它核心有皇帝推定一个核心出来，那皇帝是朝三暮四，有时候又不太一样，今天拜真武大帝为核心，明天又是关圣帝君为核心，那这个意义不一样、啊、那读书人也很清楚的核心、啊、就是这些人显现攻击都是因为他们道德上很好、啊、就是你迷信没有关系，你如果你迷信到那些迷信到那个韩愈，迷信到什么，这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就是品德很好，然后得到晋升成为神。啊，就读书人的核心是定义在一个儒家的一个品德上的核心。然后这是不同的核心嘛，不同的权力的这边，所以我就是说这些都是核心。可是这些核心的结果，就有一些不在核心的妈祖信仰，可能不在，但是皇帝想把纳入核心的、啊、那就要开始另外一个生命史，就是他中间有一段就是不是核心的东西，这些出来的时候。他们满足了大家觉得你核心的东西没有办法去满足那种欲望的冲动，反抗 resistance 的冲动的投射是要透过对边缘的这些人物的像哪吒这种边缘性的啊，这种核心不喜欢的，不管哪一个核心拿出来都不喜欢，皇帝也不喜欢，儒家也不喜欢，这种边缘多出来的边缘会是创造那个就是核心的结果，定义核心很多种核心定义结果是创造出那种边缘。不过那个我跟我也讲过说道教有两个东西，一个民间道教，一个是精英道教、哦、然后
一直到那个嘉靖年间啊，明世宗基因道教跟回教才统合了，因为就是皇帝也开始拜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了啊，就民间的东西拿到皇宫去拜，就那两个矛盾就不存在，以前是一直矛盾的，民间有一套，基因有一套，所以你真的要追究的话，那个也不能完全正，就是连皇帝都会这样拜那些东边缘的东西哈，所以最就那个欲望的体系有时候是蛮复杂的，可是至少就是说他那个操作起来，人的实践的操作，但因为我没有亲眼材料，就是基本上就这些那理论文献的推论去说明一个很强的，去说明一个很夸张的一个论证，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个 gap 哦，就是怎么样说明说越是边缘越能够得到更多人的，那只能说神话从这种神话的流通率，这些小说故事的流通率来看，好，可是真正的呢，回到那个实际的地方，麦老师没有讲，所以我想讲的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不然没回答问题。这样我就清楚。那最后只是一个小建议，就是说，我觉得那个，我觉得比较，我觉得比较精彩的应该是它实质上的差别，就是伊底帕斯情节背后的那个动力，跟你现在所谓的宣泄，因为你在十三页有写的还蛮精彩的，什么叫宣泄？但是我会觉得好像还不太能把这个，就说伊底帕斯自我放逐、逃逸，它是一种逃逸，确实没有错，可是。我有点怀疑，在你的如果你还是引用的是完全同一套逻辑跟同一个内涵的话，这样就变成似乎就是伊底帕斯情节一样是在东方发生一样，那势必我觉得在文章在这地方势必要做一个属性上的区分，而且要很清楚，文章告诉人家这个跟伊底帕斯情节跟拉康或者是跟弗洛伊德讲那个。是到底是不同在哪里？什么叫做父权情节？它的特性、它的特征，我觉得那宣泄是一个蛮重要的点。那但是我觉得可能可以再精粹一点，我觉得会可能可以让这个文化性更强烈的被凸显出来。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对，伊底帕斯情节是非常强的这种阉割情节，然后还有占有欲、那个性欲、欲望嘛，性欲的部分。那父权情节是。不是那个幸运的部分，而是男人想象那个 super power 的那个对不一样的东西，对希望的。Sengler 在那个书里面也有稍微提到一些啊，因为每次他研讨会报告拿照，人家就说这是伊底帕斯情节，他就不高兴的。可是他又引用很多伊底帕斯，他要一方面为自己辩护，一方面说不一样。对，这应该要做理清的。跟那一个是完全的性的冲动的这个这样西方式的，跟中国式的这种父权的 super 男性的 super power 那个是不太一样。跟李奇老师的差不多，就是我试着从你所谈的东西如果我们今天要画一个边界的话我试着画出那个情况你说边界是由中心来定义的嘛现在听起来所谓的中心是一种汉人的或者说应该说精确说汉人的儒家的父系原则是那个中心点那个中心点画确定以后，边界可以被画出来，那就如同就是说的那个圆满就可以是那个第一个边界的圈。那也就是说，在那个边界外面的，包括像鬼无主的孤魂，它不是属于这套圆满的系统，可以继续延续下去的，或者是未婚的女子姑娘庙。也应该是在这个边界的外围的。那或者说你所谓的银饰也应该是在这个边界的外面安全的。那这是第一圈。所以那个边界我们可以把它描述为一个家宅或者是就家宅所以拜门靠是在家宅的边界上面去祭祀那个鬼魂或者是村落。我们把有立坛或者是大众爷庙放在村落的外面，那它村落就是一个边界，它是这个父系社会的一个范围但是这个外面的这些厉鬼或者是姑娘庙，又可以透过某种方式仪式或者是某种习俗，又进到边界里面去但是。我们过去谈民间信仰的时候，神鬼祖先
是把鬼也放到民间信仰的脉系统里面去。所以如果按照父系社会的圈圈的话，鬼应该是在圈圈的外面那一层。那如果我的圈圈的外面那一层是你所谓的边缘的话，那我再问的是，那边缘的外面又是什么？那我想到的是老罗文啊，中国宗教的合理性，他那个虚拟的那个地图，村落的外面是鬼魂，鬼魂在更外面的山上就是佛教的寺院跟道教的道观，所以啊，道教跟佛教又在民间信仰的更外圈去了。那但我觉得我的想象太具象了，不够抽象啊。还有你谈到的欲望对抗跟宣泄，其实是在圈圈里面发生的。虽然他们有对抗有宣泄，但他们还是在圈圈里面啊、在互动。那我不晓得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描述方法来说明你的看法，也就是说，我们是重新从一个啊、父系原则。啊，或者你所谓的集体性的欲望体系，在父系原则底下的那个欲望的生产跟在生产过程，来重新定义什么是民间信仰。我觉得你问的问题很好，我是我自己讲的不太清楚了，就是说你那个很想具象化那个东西，我觉得我想应该这样，就是说那个假设皇帝我定义一个，今天只有拜妈祖才是那个，其他的通通是错的。所以它的边界很窄啊，我就是定义这个，只有一才是对的，非一通通是边界外，啊，然后读书人又弄一套，只有拜这个有德性的神才是这个，其他通通不行，都庙通通毁掉。你看那汤兵啊、狄仁杰，然后要毁，全部都毁掉，沾肉水啊，所以那边界是很窄啊。可是我说，他们只定义了核心，他们用他核心划定一个边界，真正的边界不在那边，真正的边界其实。在外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外面营造一个，像是鬼啊，通在那个边界里面。那个边界是一个人的主体要形成的时候，他的恐惧超出那个边界之外，他自己主体又解体的那一个界限，那在哪里哈？对，所以我讲不太清楚，我自己也没有想得很清楚。那个东西还是边界，但他不是那个很具象化说这个地理空间怎么样，而说其实他们每一个有权利的人都要定义出一种。一个核心，它也定义他们的边界，那个边界很窄。可是事实上，民间信仰边界中，他们事实上只定义出了核心而已。哦、然后虽然他们借用各种政治力量，想要去把其他周围物品化，可是在这外面的，所以他们定义各种核心，然后就创造了边缘，然后但是这个边缘是有个界限的，不是无限制的边缘。啊、因为人如果不在夫妻之外，他的生态体系、欲望体系，他就这样运作，他跳出那个之外，他没办法想象自己是谁。他们通过民间信仰这些男女的关性那个角色的关系，他没有办法去构思自己怎么样的行动，啊，就那个东西是边界，就有一个隐约的欲望，因为这个边界当然会某种程度受到那个核心定义会有点关联的，可是它是那个父系社会生产体系创造出来的一个象征的一个边界，啊，有解释到吗？可是父系社会跟皇帝的那个理智。皇帝有的时候也想要透过儒家去建立那个父系社会的那个秩序啊，可是他狗急跳墙的时候就要拜这五大帝啊，他就没有办法真的遵守那一套东西，所以他常常摇摆啊，常常摇摆。他封了很多神的时候，他就在动摇了，可是他不会随便去拜一个女鬼当做一个什么，还是在父系社会规范之下去创造一个新的神。的这样的一个，它还是有一个行动上的可选择性是有限的。那这个行动选择上有限性，某种程度就是它的边界。那这里面有各种黑灰灰黑黑白白的那种模糊地带，非常的大。那这个模糊地带本身是欲望的动能，一直要靠过去的。欲望会觉得自己反抗，觉得很爽；不会觉得自己遵守了皇帝的话，觉得很爽。哦，它是透过那个在边缘边缘靠拢。去创造欲望的动能的那种形式，我想讲大概这个东西。那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你刚刚讲一个边界是，其实我听起来好像蛮拉冈齐泽克式的那种，因为他超出那个会瓦解，是这个，是你是用这个部分去定义你的
刚所谓的边界的嘛。OK， 所以其实按照他们的理论，其实人只要超出了边界，就会解体，主体就会疯狂或是解体掉，所以他才会有那个边界在，所以这个边界是相对于边缘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那是我的理解。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还蛮应该大家都会有发现说，举的那三个故事，就是不管是哪吒，或是妙善公主的这些故事，还有那个地藏，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它都是就是印度中国化之后的故事。然后我很意外发现说，哎，其实在这三个例子里面，没有都刚好是印度中国化，而没有一个中国纯本土的故事。那它是不是因为这种异质性，所以让它有一个这样可以变造的一个？我在猜测是不是共同具有这种，因为它是一个国外进来的，然后被中国变造，可是中国居然没有一个本土纯血的一种原生的神话故事去符合这种案例。对，应该是这样。但是目前还没有人做过这个研究啊，就说都是舶来品嘛，哈，都是舶来品。然后他们创造出一种 super power 这样的东西，就是这种 super power 本身，我们说中国讲天人合一啊，那个道德层次非常的浓厚，他们是反我合一，那个泛那个力量 super power 的力量，就最这样一个 super power 的来源，都舶来品进来之后，再慢慢的本土化内化在父系社会体系里面，成为一个反叛者的这样的角色。那这些角色都是借用他们的印度来的那种，我们中国好像，对，也许盘古那时候神话有一些，后来就还是印度这边比较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哦，还是比较，对，那这个需要研究了，就有时候是蛮有趣的，对。谢谢丁老师，今天就是我觉得很详细跟仔细的稍微统整了你的汉人宗教的研究，然后跟对于 Sanskrit 的研究有一个那个介绍。然后我其实好奇的只是，Skinner 的东西在 Sanskrit 整个研究上面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从老师刚刚的介绍，他其实最初从比较功能的理解，然后有去探讨他的东西，就是比较算是层级性的去有个祭祀圈的概念，到现在是比较就是探讨的是就是道德或者社群的那个分际，那又是就是群体边缘性，就从一个空间边缘性到一个那个群体的边缘性。可是因为就是下个月他要来的那个题目，稍微看了一下，他其实又要重新探讨 Skinner。那好像又变成跟就是最新哈，就是老师刚刚讲的那个发展又稍微不一致，所以我其实只好奇了，就是说，也许是不是他后来又意识到了，Skinner 的东西可以重新过来做一个汉人宗教研究的一个主题吗？这刚刚瞄一下，感觉像他批判 Skinner 那套东西。就是他想要建筑在，他也承认 Skinner 的 nested hierarchy regional， 但是他这个空间底下，他觉得缺了很大一块的这个，他觉得这个层级是很重要的，可是对人的主体性的生产的部分没有讲，所以他觉得他就让他自己，如果他 Samuel 就会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 Marxist 的跟一个。他早期是说 Marxist 的跟 Structuralist 的，后来他又说他是一个 Psychoanalysis 的跟 Marxist 的，然后这里面因为他 Skinner 是他的恩师嘛，我觉得他是重视到说这个 hierarchy 是很重要，可是这个怎么样去生产出欲望体系的这部分，所以 Skinner 被他当作 Marxist 的一个基础，就是说跟物质体系，可这个体系背后事实上跟人的生产是有关系的。好，他觉得这部分要扣连起来，所以他努力的去做一个连接。我感觉起来他是把 Skinner 当作一个那个 ethic system， 然后 Amic 从文化体系里面去看人的生产跟 Locative 的生产，然后跟 Amic 跟 ethic 的想法扣在一起，感觉起来是这样。所以他应该某种程度继承又批判，然后这次应该比较批判性的讲他的 contribution 部分，再回答到。
好意思，下来。我们的时间其实快到了，有没有人很想要问？老师，不好意思，问一个简单问题，因为听你那个理论的分类，那我有点好奇说，说这个 desire 这个 sandwich 的 desire 理论为什么不能放在 functionalist 就是功能主义这一块？因为它其实我听到好像也是欲望的生产跟再生产，然后借由这样的生产跟再生产，然后来维持可能是一个不管是社会赋权的一个体系的运作也好，或者是个人的一个欲望的宣泄也好，这样子。如果你把那个功能论看成 Malinowski 跟那个 Radcliffe Brown 的话，那确实回到 Malinowski 的话，还是会照顾到个人的欲望。可是说 Radcliffe Brown 的话，它就是那个功能就是非常的社会结构的、社会系统的，甚至于非常 skin 的那种模式，那就没有欲望的那种空间在。因为他讲的功能是集体运作的那个社会集体性的那个运作、社区的运作，而不是那个个人欲望的那种。那个部分，所以如果把对，所以如果讲那一面的结构功能的话，我们一般都被祭祀圈、信仰圈就下来，然后或者是那个 nasty hierarchy 的那个 standarchy 的那个下来，再来可能有点结构功能的是像那个 David Jordan 有点功能那种社会村落跟村落的维系那个部分，那就比较没有 cover 到那个欲望的部分，所以。也看看遍这些人，好像也没有真的像那个僧人那么用力的在结合心理分析的那个传统去结合拉康啊，结合希泽克啊去做那个欲望的那个，好，所以我觉得他觉得至少我在看到他那部分还是蛮突出的。啊，我想找还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结束之后再来找林老师讨论。那我这边预告两个活动，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提到那个离一个认识的讲座啊，其实那个在民族所的网页上已经开放报名了，那个摘要也在网页上有，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然后欢迎大家报名参加。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研究群其实接下来有一个研讨会哦，是丁老师主办，能不能介绍一下？11月16号礼拜五好像是纪念我们伟大的刘志万先生，他是一个学术典范啊，他的。人格他的风范我们都知道，而且他开创了台湾科仪道教科仪的，他43岁才进民主所，而且还努力的做出台湾道教科仪的这个先驱者，在日本也非常受到重视，那他今年94岁高龄仙逝，然后我们为了纪念他办一个道教复兴与当代社会生活研讨会，只有一天，然后也一方面传承，因为他当时讲道教很衰落，可是后来看到道教其实非常兴盛，所以我们也继承他，而且他跟这些道士都很熟，我们请这些道长来参加我们的研讨会，然后特别的一个研讨会，有兴趣大家可以来参加，也纪念缅怀我们的先贤。这个研讨会的那个讯息啊，在民族所的网页上，然后也已经开放报名，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报名参加这样。那我们今天的那个演讲到这里，那我们最后一次谢谢大家。